你两位女士记得咁严重咩？呢度系 B 位嚟噶，明显喺度人肉霸位啦。正常呢个时候，司机肯定走出嚟讲数噶啦。啊，但呢位司机见有影啊，直接无视佢两个倒车驶入车位，停都唔停下，一啲犹豫都冇。两位女士行下停下，行下又停下咁，都唔想让噶啦。但最后都惊俾车撞亲，转身走翻入行人路。这个深深不忿的背影还要手叉晒腰，不用看正面导致他两个一直啤着架车扭到爆啊。这个时候司机终于拍好车开车门出来了，大战一触即发。你搞错啊，你搞错啊。你搞错啊，你搞错啊。你搞错啊，你搞错啊。咦，竟然冇大战？原来呢位完全唔俾面人肉霸位嘅司机系外籍人士嚟。问一句，笪地系咪佢哋嘅？即刻 KO 港女二人组啊！右手边呢位姐姐仲要摆晒手咁，示意冇事冇事，叫佢拍。哇，啱啱啲火气好晒边啦，见到啲咩态度180度大转变呢？网民就闹爆佢哋无耻啊，喺西贡人肉霸位，成功丑到出香港。都有人认为司机咁褪车法好危险，不过最多网民就系爆笑咯，话两位女士见到系外籍人士就即刻收声，系因为唔识讲英文沟通，笑佢哋好丑怪啊。嗱，我曹咩姐就绝对唔会歧视人语言不通嘅，人肉霸威系人都知唔啱噶，或者呢两位女士系突然醒觉，知道做错事先冇出声呢？哇！见到位外籍司机走咗，又即刻起手表达不满，仲讲咩？点都要同佢讲一句噶啦，似乎想攞翻个尾彩。我曹咩姐都估错咗啦，睇嚟港女二人组到最后都坚持自己冇问题，而且一初头司机一落车，佢哋即刻大闹人有冇搞错。咁嘅架势睇怕都唔系第一次人肉霸位噶啦，提提大家唔好以为人肉霸位系同道德揸车习惯有关咁简单啊，系犯法噶。只不过香港人肉霸位嘅问题真系好严重，耐唔耐就会发生争执。但唔知各位驾驶人士睇完呢条片，会唔会对人肉霸位有新嘅解决方法咧？